高，你看鼻子也被夹短了。我们今天要救他也来不及，他已经就在可能昨天晚上就死掉了。应该刚死了，是张梅啊。对啊，应该是昨天啊，因为大人都昨天还在，还拍到。啊，可怜啊，真的是可怜。你看他鼻子，鼻子。鼻也蛮一个跌啊。鼻子也被夹住啊，他可能是，可能用嘴巴去。啊，他是三柱吊啊，哈。所以一看就三柱吊，整个切齐了。嗯。因为捕兽夹不可以切这样子。狗狗。要当流浪狗了。